在 Facebook 得到最多赞的一个影片。好，这个奖项会赢得500块。紧张的时刻到了，我们颁发第一、第二和第三名的奖项。OK， 第三名的得奖者是 Miss Chong Li Shuang， 他的得奖作品是《十八谷粮活力豆浆圣代》。来拍照，大家掌声。好，第二名跟第一名相差实在太靠近了。Oh, 我们啊、okay. 的现金奖3000零吉，还有1000块的现金礼券。OK， 得奖者是 Miss Bong Sui Sin， 得奖作品是十八谷粮啊、康健康饼、食康饼。恭喜恭喜！第一名将会赢取我们的5000块现金奖，还有1500块现金礼券的是 Miss Chong Siu Li， 她的得奖作品是十八谷粮猪肉馅饼，非常非常有爆！来，大对着镜头笑一笑。非常成功，非常成功。